爸，爸，爸，请问老大爷，吃杂碎吗？你了？县委会在哪儿啊？不吃，不吃，买杂碎了。什么同志，好坏也不看看地方，这是县委会，你懂吗？走吧走吧走吧，走走走啊。我到县委组织部。你是干什么的？那上面写着呢。冷不冷啊？焦裕禄。哎，你是焦裕禄吗？啊，我是焦裕禄。啊，组织部往里走，第三街啊，进去吧啊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往前走。啊，走走走，小杂鱼站着干嘛？快走快走，走啊你！滚！他妈的，跑外头看地方，走。
哎呀，潘部长，潘部长，我再不叫您落阳，我老婆要跟我离婚了。我说了多少遍，眼下正缺干部，这个时候怎么能当逃兵呢？还像不像个共产党员嘛？我告诉你们，谁也别想从我这领走通行证。潘部长，不是说不放人吗？那王书记怎么调回开封呢？ 就是啊，为什么王书记为什么走啊？我们就不能走？你们怎么能跟他比呢？王书记年老多病，再说，他是省管干部。省管干部怎么样？就走，我们也有实际困难。潘部长啊，哎呀，求求你，我的实际困难。你有什么事啊？我是来报道的。哎呀，焦书记，你来的真快呀。 地委刚刚电话通知我们，哦，王书记正等着你呢。哦，老王，哎，老焦，老焦，哎，我到车站里到处找你，你怎么下车的？老王，两年不见，怎么头发全白了？一言难尽呢，这鬼地方，你还没吃饭吧？刚下火车，我去食堂安排一下吧。不用了。 孙，谁呀？我，老焦。焦书记啊！哎，你赶快准备两部自行车，咱们下乡看看去。好嘞，快点儿。好嘞。哎，你们带走！你们谁要打人呢？带走！哎呦，起来！起来！给我带走！走！冤枉！冤枉！怎么打人啊？不要打人！怎么回事？他动歪手。 干部吗？就算是吧。是党员吗？你是谁？我是县委书记。你赶快把人放了，带我上村里看看乡亲们，咱们合计合计救灾的事儿。放人！青天大老爷呀！青天大老爷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 不要这样啊！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，对不起乡亲们。
是，哎呀，这房子下的很大，这鬼天气，还让人活不活？好啊，明年麦子有收成了，是个好兆头嘛。谢谢，瑞雪兆丰年嘛，你发什么牢骚啊？老李，来开烟。老潘，这文件你看的啊？看过。别做梦了，春天一场风沙，让你们连馒头味儿都闻不着。我听见没有？老天爷可得罪不起啊！这辈子，我看我们只有端着讨饭碗了。吃馒头等着吧。咱县委都成供应部了，成天的就是发放救济粮、救济款、救济棉衣、救济煤，都快成讨饭衙门了。说的是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！哎，你们说话注意点儿。焦书记刚刚到，别净说些牢骚话。焦书记有能耐，来了几天了。人影都不见，县委书记都走马灯似的来回调换，干脆咱们都调走算了，眼不见，哼，心不烦。说了再理。哎，我说老爷子，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？啊？开口发牢骚，闭口要调走，你走啊！你把党籍给我录下来，我放你走。你要是到战场上，也要当逃兵吗？啊，咱们都走。把兰考交给谁去？请国民党再回来。哼！老吴，时间不早了。好，现在开会。对了，我来介绍一下，那位就是新调来的县委第二书记焦玉禄同志，大家欢迎。焦玉禄，老焦啊，来，请这边来坐吧。不是县调，听说这个人没干，还下了个工业大学。哎，来来来，能力挺强。哎，就是大家，说他有六，请坐。是吗？六孩子？哎，啊，说他媳妇长得挺漂亮，是吗？大家，你先给大伙说说吧。哈，简直是这个地方。同志们，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县委会。心里头有很多的话想跟大家说，不过老吴啊，我建议大家先到火车站看看啊。请吧。请你们不要随地燃放火堆，随地乱扔垃圾。
乡亲们，大家不要乱。我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今天火车站的情景。故土难离呀，同志们，这些灾民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、骨肉乡亲。这大雪天的，他们拖家带口背井离乡，心里头是啥滋味？党把兰考36万群众交给我们，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，却让他们端着讨饭碗四处流浪，我们还不感到羞耻和痛心吗？站台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救灾物资大家都看见了，群众在挨饿，在受冻，在骂娘，可国家调运来的大批救灾物资积压在车站上已经整整8天了，风吹雪打，无人问津。这是犯罪呀，同志们！为什么不尽快的送到群众手里去呢？这项工作，谁负责任？是吴县长。在这大学封门的时候啊，咱们当干部的不能坐在家里围着炉子喝热茶，要心里想着群众，他们生活的咋样，缺不缺吃，短不短烧，有没有棉衣穿，过年能不能吃顿饺子，庄稼和牲口都咋样啊。我建议啊，明天一早县委和县人委的全体干部都上火车站，把积压在那里的救灾物资全部分发下去，尽快的送到群众手里去。嗯，对，这是早就该办了。这批救灾物资啊，早就该办了。另外，这个特殊供应本
我想大家都熟悉他，县委委员每人一个，拿着它可以到商业部门买到稀罕的副食品，鸡蛋啦、肉啊、香油。看看这窝头，再看看这个副食本，大家心里头有啥感想？我早就建议取消这个小本本。领导干部生活搞特殊化，群众早就有意见了。可吴县长不同意。咱们还是实行民主集中。我同意潘念同志的意见，立刻取消这个特殊供应本。同意的请举手。老吴，老吴，哦，老焦，这么晚了，有事吗？睡不着，找你聊聊。哦，来来来，进屋进屋。哎，老焦，你是刚回来吧？啊，哎，快坐快坐。怎么样，老吴？嗯，听说你不舒服啊？没啥，可能有点感冒。哦，要注意啊。嘿，老吴啊。关于救灾物资，我不知道是你具体抓这项工作，不过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事先没来得及跟你通气儿，可能有些欠妥哟。老焦啊，工作上咱们得互相支持啊。嗯。昨天这事儿虽然我不在场，可你这样做，确实让我有点难堪呐。老吴，这也是为了工作嘛。这倒是小事，我也是为了工作嘛。这几天我一直在忙着筹办一个重要的展览会，省地有关领导非常的重视。嗯，办好了还要在这里召开经验交流会呢。老吴，救灾工作牵扯到千家万户，连着全县人民群众的心，刻不容缓呀。我们的工作不是做给上面看的，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。你这话我不能同意，应该说党满意，群众也满意，这才是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。我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儿。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，群众满意的事儿党会不满意啊？反过来说吧，群众不满意的事儿党会很满意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是个很深奥的理论问题，不是今天晚上咱们俩能辩论清楚的。不过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应该明确，群众有时候觉悟不高，目光短浅，往往只看到了眼前的一时温饱，而看不到长远的今后和将来。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，还谈得上什么今后和将来啊？嗯，老焦，你这话可危险啊。看到那些挨饿受冻、背井离乡的老百姓，我不能不这么说。老焦啊，你刚来，这里有句俗话，灾区灾干部。这些年来，好些干部就是因为被眼前的暂时现象所迷惑，栽了大跟头啊。暂时现象，再不彻底治理三害，改善群众生活，再发生逃荒要犯、饿死人的现象，你我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。哎呀，饿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？关键是我们个人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。什么？你这个话，我从感情上我实在无法接受。哼，我的话可能有些过火。老焦啊，我可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好啊。好吧，咱们改日再谈。
大娘，天还长哎，下雨嘞，地上流哎。大爷，大子哎，您的病咋样了？哎嘿嘿，又哎，快过年了，我们给您送点粮食和钱来啊，你们先用着。大娘，这是20块钱。这可怎么好啊？大娘，您就拿着吧。大爷，你是谁呀？我是您的儿子，是毛主席派我们看望您来了。孩子。大娘，想爸爸了吗？想，好，好想。我们在梦里都梦见你了。哦，妈妈可想你了。妈，做梦都想爸爸呀？啊，做了几回梦啊？啊，好多次。爸爸回来了，快去，爸在哪？在那儿呢。美女，爸，小梅，爸，妈，快点，回来了。你们都来了。爸，我们坐大卡车来的。哦。就你能。快下来，不下不下了吗？不下不下不下，快进屋吧。好，快快快，爸，快别抢了，爸，先别吃，饿的我都等不及了。为什么？爸，先等一会儿嘛。你们吃白面馍，让我去啃窝头，不公平啊！来了，快吃吧，也没什么好吃的，是大米饭呀。去，爸爸，哥，多吃点。这大米哪来的？是吴县长特批了20斤大米，还亲自送到家里来了，说是按照规定，好吃吗？可以照顾你的慢性病。吴县长可真是个热心人，多吃点白菜吧。这个家，也是他帮助张罗的。哎呀，爸，怎么了？县委啊，刚刚做了规定，取消领导干部的特殊供应，我怎么能带头不执行呢？国庆，快点吃。那20斤大米你给我留着，谁也别动啊。妈，我还要吃鸡蛋。来来来，给您。来给你。哎呀，赵振言。老吴啊，哎呀，辛苦辛苦，路上还顺利吧？还顺利啊，就是吃了不少沙子。请请请。焦裕禄呢？好像不在家。上哪儿去了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可能下乡了吧。怎么，平时你们政府书记不通气吗？背靠背啊？请先进屋吧。哎呀，老大爷，您这个牲口喂得好啊！您夸奖了。我转了这么些地方，您这个牲口棚算是头一份呐。您得给咱大伙介绍介绍经验啊。啥经验呢？这太不容易了。咱庄户人呢，就靠心眼实在。年成不好，有人把牲口就撂下了，不喂了。那就咱们喂呗。遭灾了，没草料。咱呢就割自留地的麦子给牲口吃。哦，大爷，热爱集体，这就是最宝贵的经验。您接着说。没法子，已经把你跟集体拴在一块儿了，不爱集体爱啥呀？你是个干啥的？兽医？烟尖？哦，您是牲口贩子。大爷，我叫焦裕禄。在县里工作。哦，您就是焦书记啊？听说过，您可真不像个大官。
焦书记，您要信得过俺呢，俺就瞎叨叨两句。这治风沙就得多种炮筒，它压风挡沙，用场也大。那一方板呢，能值100多块钱呢。再说，他的命也贱，一栽就活。您往下说。咱兰考不是有三宝吗？炮筒、花生和大枣。那沙土是最养花生，这花生秧呢，又是牲口的好饲料。那大枣房前屋后哪儿都能种，能填肚子，能卖钱，哎，样样都是宝啊。嗯。哎，我说老焦啊，在咱们县园艺厂有个老厂长，那种炮筒可是个专家。焦书记，您就放心吧，开春时您要多少炮筒苗，我保证给您交多少炮筒苗，负不了事儿的。你这么有把握？你忘了，我有个宝贝疙瘩，刚刚试验成功了炮筒埋条育苗法，可解决大问题了。哦，你是说那个林学院的大学生小魏？可不是嘛，小伙子聪明极了，可就是生活上不习惯，吃不上大米呀。未婚妻又来信要跟他吹灯，情绪很不安定。我给他烧了点大米啊，先吃着，今后要对他特殊照顾。好，按月配给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您可帮我大忙了。老厂长，你脸色很不好啊。什么？怎么浮肿的这么厉害？没的事儿，这叫心宽体胖吧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别。哎呦，不行啊，老厂长，你得赶紧住院治疗。哎，老焦，您就别为我操心了，我也一大把年纪了，就为您这主帅当个过河卒子，拱到哪儿算哪儿吧。走，咱们瞧瞧小魏去。你可别大意了。哎，小魏，小魏，爸，爸，小玉啊，焦叔叔，你看见小魏没有？小魏走了啊，说要回无锡老家去，我撵着劝了半天也留不住啊。他上哪儿去了？是去了内黄金车站。哦，走了。哎，哎呀，我去看看。哎，焦书记，焦书记，焦叔叔，别去了，老焦，焦叔叔，老焦，别去了，焦叔叔，哎，老焦，嗨，爸，怎么就让他走了呢？焦书记，焦书记，哎，焦书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你要走，我来送送你啊。焦书记，焦书记，我对不起你，我，小魏啊。你走得急，来不及准备。刚才我在那个炮筒苗圃里啊，抓了一把沙土。一呢，就算是我送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。二呢，还希望你今后再帮助我们研究研究这个土质啊。嗯。不管到了哪里，都不要忘了地图上还有兰口这么一个地方啊。嗯嗯。哦，来了。
到家就来个信。发车了，发车了，哎，把窗户关上啊。上吧。找个座啊。请拿出票来，请拿出票来。排好队了啊，排好队。啊。快上，快上。进去吧，进去吧。现在我代表地委和行署宣布，关于调整兰考县委、县人委部分领导同志工作的决定，啊，经地委书记处和行政公署专员处研究决定，并报请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委批准任命，决定将中共兰考县委、县人委部分领导同志工作做以下调整：原县委第二书记焦玉禄同志任县委书记；原县委副书记、县长吴荣先同志任县委第二书记；原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潘建同志任县委副书记、县长。宣布完毕，文件随后就到啊。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冻感冒了啊。你们的县委客房条件优越啊，比我参加七千人大会住在北京饭店还阔气呢。咱们没钱呢，吃着国家的救济，那种富丽堂皇的事儿连想都不敢想啊。今后上级再来人呐，咱们的客房要备有专门治感冒的药啊。县委这破衙门也该休整休整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哭穷了。这样吧，专属拨给你们10000块钱，哎，专款专用啊，把你们这个破衙门连同客房好好修缮修缮，县委县政府嘛，好歹是个门面，啊。谢谢大总，这样可解决大问题。加把劲儿啊！哎，老大爷，每年都这个样吗？是啊，这风沙年年都有。这个风能持续多长时间呢？两三个月。我说老王啊，哎呀，咱们到韩营去。哎，我说小李，老王啊。咱们跟上啊！哎哎，跟上！小心了，咱们这除三害调查队啊，这一次，乔大爷，看这风潮浪天开啊，我们让您受苦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这沙子，这下大雨呀，大功夫。这钱可倒霉了。潘长，哎，帽子，帽子。哎呀，哎呀，看，这关键还搁着个八千啊！你看这风可真厉害呀，老焦啊！这是个风口，北边就是个黄河古道啊，这风一刮起来就像西伯利亚的寒流一样长驱直入，一点都挡不住啊。就是啊，风口就是个风口啊，一刮起来啊，方圆几十里全黄了。锁住他。什么？我说呀，锁住他，用防风林锁住他。一道不行两道，两道不行三道，挖防风沟，筑防风墙，拼命也要堵住这个风口，堵住它，要堵住这个风口。那个山，那个山，那个山，同志们，好，往前面，来来来，那边那个山，那边的风还大呢，大呀，
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干嘛去？听说你今天回来，我去买点肉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你可回来，你去找找小孙，孩子到处找你，我给他借了5块钱，那我走了，别欠账。哎，你身上不是带着钱的吗？哈哈，路上碰见一个社员的孩子生病，我替他交了住院费了，还不够呢，给小孙借了5块钱。哎呀，这后天才发工资呢，还了这钱可就没法买肉了。哦，那就留着下个月吃吧。啊，哎，别忘了啊。哎，不是老焦。哎，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慢点，我别动。啥事儿这么高兴啊？爸爸，快看鱼！快点，爸爸，鱼！快点，小鲤鱼！你看，爸爸，这鱼呀，好大的鱼啊！这鱼哪来的？爸，是一个大胡子叔叔送来的。别动，他说你常来鱼场帮着干活，操了好多心，送你几条鱼，尝尝鲜。哦，别动了，爸，我来给你点烟。嗯，爸爸，你看六条鱼呢。爸，我要吃鱼嘛，我要吃鱼嘛。爸爸，中午我们吃鱼吧。爸，我要吃鱼。爸，我要吃鱼嘛。月静啊，知道吗？这鱼啊，是叔叔们花劳动养大的，咱可不能白吃啊。嗯，这样吃嘛，这样吃嘛。听话啊，乖孩子。晚上爸爸跟你讲小时候放羊的故事。真的？嗯，好长好长。爸爸一定要讲啊，爸爸。爸，你们俩把鱼送回去吧。哎，别忘了谢谢叔叔们啊。哎，小鱼，快点，快点。我也去，快点。等等，快来，快来，快点，等等我呀，等着等着。吃饭喽！我先洗手了呢。来来来，爸，吃饭了，吃吧。快吃。哎，老焦，来，小圆，别看了，快吃饭吧。哎，快吃。国庆，给你红烧肉呢。梅姐，你自己哦。梅姐，吃豆腐。今天没来得及烧，明天再吃啊。妈，我就要吃红烧肉，我就要吃红烧肉。月静乖，来，咱们吃大萝卜，这大萝卜多有营养啊。哎，明天给你吃个胖脸蛋。国庆，我就要吃红烧肉，我就要吃红烧肉。月静是个乖孩子，咱吃窝窝头啊。你闻着窝头多香啊。吃这个。把窝头捡起来。不捡。捡不捡？不捡不捡就不捡。啊，爸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老舅。你看你，孩子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。是我答应孩子中午吃红烧肉的。妈，你真是说好了为啥不买？再说爸也要吃点肉啊。乖，月静，不哭啊，我。姐话不哭啊，不哭，月静。别怪你妈妈，是爸爸把买肉的钱给花了。来来来，月静，乖，到爸爸那儿去啊。不哭，不哭啊，乖孩子，不哭，不哭啊。爸爸错了，爸爸检讨，好吗？知道吗？这粮食啊，是国家支援咱们灾区人民的，从好远好远的地方运来的，啊！现在咱们国家还很困难，有好多种粮食的农民伯伯啊，还吃不上这个窝头呢，还在挨饿，懂吗？啊，不哭啊！你们吃饭吧。焦书记，焦书记，老厂长，他不行了。哎，焦书记来了。
老厂长的死使我很受震动，你们知道全县的脱产干部有多少人得浮肿病？304人，因为浮肿病而死亡的已达26人，连老厂长在内是27人，这是个惊人的数字。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，特别是咱们重灾县，干部就更重要了。要是一个个都倒下了，让谁去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呢？所以我考虑，我们的干部，特别是基层干部，工作最苦，条件最差，负担最重，长期缺油短粮，营养更谈不上了，身体素质很差，也得救救灾了，否则还有可能发生老厂长的悲剧。这个灾怎么救呢？从明天起，组织医护人员给全县的脱产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，以医生的结论为准，该休息的休息，该住院的住院，这是一。好，明天我就去布置。二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让干部们吃饱肚子，增加热量。现在我们定量太低，如果我们能给每个脱产干部每个月增加2-3斤粮食的话，至少在麦收前不会再有人倒下了吧。能补贴粮食当然最好，可每人2-3斤，全县加起来可不少啊，上哪儿弄去？你不是在登封县干过吗？那儿是丰收县，又是您的老家，能不能想点办法买点高价粮回来？老焦，粮食统购统销恐怕有麻烦吧。老吴，你看呢？你们看着办吧。麻烦总会有的，这些我都想过，但是目前抢救干部要紧，就是我们个人犯点错误也是值得的。我建议粮食搞到以后，我们县委几个主要领导干部包括常委都不要享受这份补贴，你们同意吗？好，我同意。老吴，你的意见。我肚子有点疼，我上个厕所。滑头，老焦，这事儿交给我去办，你别管了，干脆装不知道。万一出了事儿，我潘建一个人兜着，顶多摘了我这顶乌纱帽。不，我是书记，一切责任由我承担。哎呀，老焦，你别死心眼儿了。我潘建栽了，大不了回家种地去。可兰考36万群众，不能没有你啊。老焦，老潘。
辛苦辛苦，解决大问题了。哎，人家挺同情咱们宋三县，先拉回一车面粉，还有两车面粉和杂粮啊。嗯，粮食局老田留在那儿了。哦，我怕你着急，就先押车回来了。太好了，赶快把这车面粉啊分配下去。哎，名单我已经造好了，先照顾老弱病残。好嘞，这个事儿交给我去办。喂，什么什么？扣住了？为什么？有人告状？啊？知道了，老田呐，你不要着急，一切由我担着。你想尽办法，尽快把粮食运回来。咱们是重灾区，情况特殊嘛。老田呐，全靠你了啊！哎哎，老焦。粮食给扣住了，有人告黑状。我已经知道了。怎么？刚才地委来电话通知，说赵状元已经带一个调查组到兰考来了。嗯。哦，哎呀，赵状元，您来了。哦。我们都在啊！哎，都在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张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赵玉露呢？请请请，在在在，常委们都在啊。娘的，赵主任，咱们辛辛苦苦累个半死，他妈的，总有人在背后放暗箭。走。人们都说，灾区灾干部，可我还不信。灾区苦，灾区穷，灾区困难，应该出好干部嘛？啊！刺刀见红出英雄，舒舒服服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？可我错了。看了这份控告信，我是如雷击顶，目瞪口呆呀！地委震惊了，省委也震惊了。一天三次电话，催我们火速调查，严肃处理，绝不姑息迁就。啊，如果这件事情属实，那可真是胆大包天，全国罕见呐！啊，破坏统购统销，给共产党丢脸。党的政策历来是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。你们几个主要负责干部。啊，要老老实实的向组织上做检查交代，把事情讲清楚。啊，听候组织处理。老焦，你说说。好，我说两句。绝不隐瞒任何事实，全力配合调查组的工作，请组织上放心。嗯，老吴呢？你说说吧，嗯，我事先不知道这件事，刚刚听说。卑鄙！你敢说不知道？潘坚同志，坐下。你这什么态度？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心中有鬼啊？啊？老吴啊，你接着说说。我不计较潘坚同志的态度。作为第二书记，我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制止这件事，我应该承担领导责任。可是作为第一书记的焦裕禄同志，更要总结经验教训，要从政治上、思想上、世界观的问题上，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，
并向组织做出一个像样的交代。我的话完了。你们给干部买高价粮都动用了哪些款子啊？职工福利款、干部救济款、机关办公费，还有你拨来让我们修衙门的那笔专款，我给扣了8000。乱弹琴，随你怎么处分，这个事儿是我一人干，跟焦书记无关。哎，我就知道老焦不会干这种蠢事的。不，这件事是我提议和决定的，潘建同志只是执行我的决定。睡呀，小梅。你爸他还没回来呢。妈，你看这衣服，从9岁穿到现在，烂花花的，都成啥样了？同学们都笑话俺了，说爸还是县委书记呢。让女儿穿这么旧的衣服，也不嫌丢人。你爸这次要是栽倒了，那才丢人呢。妈，俺爸咋了？你们走啊，早点休息吧。好。同志们，你们有事吗？赵专员，如果你们要处分焦书记，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就要到省里、到中央、到毛主席面前去喊冤。你们都要去喊冤吗？冤！好，我也算一个。好。同志们，请大家都放心啊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。我这个人呢，水平不高啊，可我认准了一条真理：看一个干部是好是坏，能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，就是要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得到广大群众爱戴和拥护。焦裕禄同志，光明磊落，襟怀坦白。不管受不受处分，他还是你们的县委书记，好书记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前面那片淹得更惨。赵书记，赵书记，您还上哪儿？赵书记，赵书记，该走了。赵直走就进村了，你打算去哪儿？赵书记，咱们顺着水势摸摸情况。赵书记，金洞明春挖好排水沟。赵书记，那赵书记别。赵书记，你先进村歇着吧。我们去摸摸水情，然后啊，再向你汇报。焦书记，你都淋了一天了，小心犯病啊！我没那么娇贵，你们先进村吧，我上前面看看。那，焦书记，焦书记，焦书记。留到
小竹河，再多的水也能全部排走。好，咱们把地形画一画，搞一个排洪渠示意图。不行啊，雨太大了，这样地势高，看得清楚。你们给我撑住伞，我来画。好。哎，你们这是唱的哪出戏呀？啊，焦书记。啊，哎，这大风大雨，四周都是水，黑咕隆咚的，你们咋来的？坐船来的。船？啊，就是这条船呀。怎么不欢迎啊？我。焦书记，这边坐。哎，你们继续开会吧。啊，我听听。哎，狗剩，哎，快去抱点柴火来，让同志们烤烤衣服啊。哦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小伙子快回来，现在哪有时间烤火呀？群众烧柴本来就困难，你们快抓紧时间说吧。哎，哎哎哎，咋了？都像霜打的茄子似的。毁了，全毁了，没法活了。咱村儿全都被水淹了，十家倒油，九家哭啊。麦子毁了，秋也种不上，还不如去讨饭呢。哎呀，焦书记，大伙儿的心刚热起来，叫这场大雨全浇凉了。好啊，假如哭就能把老天爷给吓回去，那咱就一块儿哭，哭个痛快。拉倒吧。你们都是娘们，越说越孬种了。七尺高的汉子，亏不亏的话，站起来。干部不灵，水牛吊井。越是困难的时候，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，挺身而出，给群众做个榜样。你们先就蔫了，垮了，那群众怎么办呢？也跟着你们裂开大嘴哭鼻子。焦书记说的对，咱们呢，咱们得想点办法，把倒水的庄稼抢救回来。对对，是得想点办法。同志们，拿出共产党人的气魄来，咱们给老天爷拼一拼。哎，加把油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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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书记，张书记，张书记，就是张书记，你歇歇吧。哎，人累坏了，真的。好，同志，咱们唱个歌吧。好，团结就是力量。
喂，喂，哎，我就是啊，啊，你现在哪儿啊？哦，哦，好好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说我知道了，哎，好好。舒服已经过去了啊，爸，咱回家吧，你要给累死的，你要给累死的。傻孩子，爸爸怎么能死啊？爸爸还没给你买新衣服呢。不，爸，小梅不要新衣服，俺只要爸爸，俺只要爸爸。哎呀，老焦啊，焦书记啊，爹，爹，他是在想焦书记呢。造孽，造孽，爹，爹呀，德贵儿，你是不是去请焦书记来一趟？行吗？行啊，你爹和焦书记的情分好着呢，他能不来看看吗？好，我去。老焦啊，你找谁呀？焦书记在家吗？你有啥事儿？我爹让牛角撞坏了，躺在床上，半死不活的，想见见焦书记。这，爹，你醒了。你刚才上哪儿了？我去请焦书记，让他来看你。啥？你请焦书记来？这黑天下雨的，你请焦书记来看我？你这个不懂事的东西啊！爹。爹，德贵儿，爹，焦书记没在家，在，他躺在床上，病得很厉害。哎，这个小杂种，你要把老子给气死了！德贵儿也是为你好嘛。哎呀，焦书记，肖大爷，焦书记，肖大爷，伤得不要紧吧？我来，我焦啊，焦书记呀，你不该来呀，不该来呀！肖大爷，你老人家病了，想看看我，我咋能不来？下刀子我得来。不该来呀！焦书记摔倒了，老焦啊，快停车！老焦，把我放下！焦书记，焦书记，焦书记，您没事吧？焦书记，没摔着吧？焦书记，你看您病得这么厉害，当心点！没事没事，焦书记，您也上车吧，焦书记。哎呀，不用，赶路，赶快赶路。
这次抗洪救灾刚刚开始，你就生病住了医院，县委机关和群众对这件事反应很不好啊。怪事，人是吃五谷杂粮的，怎么能不生病呢？啊，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、不住院、不进棺材？什么感情？咱俩是政府书记，啥事都得往一块儿想。除三害是全县人民的头等大事，可你一点也不热心。对，我确实不热心。恕我直言，我们两个在全县领导工作的指导原则上有很大的分歧。我认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，首先应该抓大事，可你呢，埋头出三害，到处卖人情，好像你就是救世主。老焦啊，我说的重一点，你政治上有野心。什么？哼，你好好的想想吧，历史会证明你是错误的。我相信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正的评价。那好，咱们走着瞧。我去给你找个大夫吧。没事，没关系。那你把药吃了。你呀，老是没关系没关系的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到地委去告你了。来，把药吃了。你呀，老想着别人，就是不想想自己的病。小徐啊，我思慕着该回老家看看了，也让孩子们认认门。我想带孩子们去看看爷爷的坟，烧烧香，别让他们忘了根本。我知道，知道，我知道。可真大呀，焦书记，这种天儿，谁出门了，你留在家里指挥指挥，听听汇报就行了。哎，是别人嚼过的馍，没味道。走，咱们走。哎，哎，不用扶，不用扶。哎呀，糟糕，今天好像疼得有点厉害，一定是病加重了。啊，咱们回去吧。啊，没事，停停就过去了。咱们公社接到了县委关于生产自救的通知后，立即召开了队干部和老贫农联席会议，制定了四项自救措施。第一，
割茅草；第二，破冰打鱼；第三，扎扫把麦；第四嘛，组织劳动力外出打工。继续往下说，说具体些。好吧，先说打茅草。咱这荒地多，茅草密。一旦茅草跳到极上，焦书记，你往下说呀，往下说呀。一担茅草能卖七八毛钱，一个劳动力每天能打两三担。焦书记。没事，接着往下说吧。焦书记，喂，赵庄园吗？我是潘建，是，是，坚决执行地委的决定，就是抬，也要把他抬到医院去。啊，啊，我们马上送他上火车。我没时间去送他，不去。吴书记，你咋能不去呢？焦书记病得这么重，再说这一去，看个病嘛，用得着那么多人去送？又不是开追悼会。你没人味儿。放肆！同志们，焦书记来了。哎呀，我说老潘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同志们，家里好好照顾你弟妹，我过去陪你。谢谢谢谢，走吧。哎，焦书记，哎，你好好养病啊。好好好，好，我们要多多保重啊。哎，请回吧，请回去吧，你都忙着吧。哎，焦书记，你安心养病啊，焦书记。焦书记，焦书记，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呀！大家不要担心，哎呀，没什么关系，惊动大伙儿，不好意思，都回去吧，忙着去吧。焦书记，哎，焦书记呀，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呀！大娘，我谢谢您啊，要不然几天就回来了。焦书记，焦书记，您可好好注意身体。请大家让一让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行了，大家都回去吧，都别送了。焦书记，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！好好好，我说老潘啊，大家都挺忙的，都请回吧，回去吧。小兄弟，你陪心。焦书记，走吧，我送你了。走吧，我走了。我们一定要送你。让一下，谁让一下啊？大家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哎，不要急。好的，焦书记，将军。大家都别送了，焦书记，大家不要急，不要急，焦书记，一个喜糖，焦书记，一个喜糖，焦书记，一个。
哥，你见这么高一小孩吗？在那儿。刘蛋，过来帮帮忙。国庆，姐姐。哎，姐姐，别拉我，别拉我，姐姐，你说，谁让你来干的？你来这儿，爸妈知道吗？我自个儿一天能挣一块多钱呢，谁让你来挣钱？咱家就是吃糠咽菜，也用不着你来挣钱。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让爸妈知道了，心里该多难受。好姐姐，你千万别跟爸妈说，我是想挣点钱给爸爸买好吃的，让他补补身子。爸爸太瘦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弟，听话，咱不干了，跟姐回去。啊，不，别管我，国庆。老乔，老乔，哎，老潘，老乔，咱兰口的雨大吗？不小啊，下了三天三夜了。庄稼淹了没？我跑了十来个谷舍，包括年年被水淹的社队，情况还不错，没淹庄稼。你可别骗我呀，老乔。我啥时候骗过你？咱们去年挖的那几条渠和排水工程都起大作用，群众情绪很稳定。就是大伙儿都惦记着你。老潘，你给我说实话，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啊？这么多领导和同志都来看我，我总觉得老焦，明白了，老焦，你千万别灰心，大家都在想办法。我认识一个民间医生，他就住在郑州郊外的一个小镇上。别说了。时候不早了，请回吧。我走了，多保重。老潘。你下次再来啊，给我带几个麦穗来。我想看看。哎，孩子们，把病治好。
真的。爸，那是我放假干活你挣的钱，你想吃啥东西我给你买。老姐，爸，你快回家吧，我再也不淘气了，再也不吃红烧肉了，也不惹你生气了。傻孩子。伤心了，幸亏你在这，走吧，跟妈妈出去，让你爸歇一会儿。Thank you.
哟吼。